三号队啊，已经接近边缘了。好，一路走上来找我。那个长师，现在因为还没12点，你如果过去看到123小队在那边，你就提醒他，一样就在小队角。啊、哦，等到12点，如果你们快刀没那么快，当然就像昨天讲的，123小队先进去吃，所以先叫他们这边等一下，来过来第四小队，在我面前排成一行排。哦，那个名字排成一行，就是要来看你啊。好的，好的。来靠右，靠左边一点，靠左边一点。耶！靠左边一点。好，排成一行排坐，请你躺下。头朝我躺下，因为想说去年要报那个，去年想要报国际协会的那个考那个操作，想说今年再去，对吧？去年没钱。好，下来，现在是你，我们小队长训练是来跟用溯溪活动来做一个土活动，可是。真正的硕士已经在此刻就要画上去，所以请将你的全身让流水通过你的身体，再次体验大自然。什么都不要想，把你的脑袋放空。准备好，躺下来，让师傅气势刚才多做一些全身。现在观众的发现，这个温度刚刚刚够温暖，刚刚。好，现在请你转身趴着，双手顶住下方，转过来趴下。双手抵住下方，哇！看看这个奇妙的溪水，不要张开嘴巴喝啊，太恶心了啊！真是的，想一想，哦，看看每一个人聚在一起，这个水花好大，对不对？这个水花很大。小朋友，请现在回忆一下，从第一关到现在经过的种种。请问你这一路过来听到什么声音？水头哗啦啦的声音，还有呢？哇，虫鸟声，还有那种哇哇大叫的声音。所以呢，有尖叫大王在哪里啊？啊，在第五队啊。第四队没有尖叫大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主任问大家，刚刚除了大自然的声音、人的声音，除了别小队，我们自己小队有什么声音让你印象深刻？我们小队也是有尖叫吗？我们小队有没有什么声音你不